要改变，中华民国的未来就靠2020年这次的机会最好。我们一个目标，听好，打倒民进党，打倒民进党，打倒民进党下架，中华民国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加油！我跟各位站在一起，强强会永远。也谢谢地理与会现场的好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市民麦克风谢美英，敬请继续支持亚洲电台、天阳电台。我没有要参选，但是请大家集中火力支持我们心目中共同的人选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晚上这里还有长千宴，晚上见。才会爽，对不对？来，让我代表海峡霸王是八三炮战开第一炮的一个人，所以由他这个虎门无犬子，让他来代表开第一炮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其实你准备好久了哈。海国瑜，海国瑜，海国瑜，国瑜，国瑜，海国瑜。来，看一看。好像我喉咙没坏呀，来。